上回做笔记在背后捅了我一刀，这果然又是你啊！你弄清楚，这两件事我都只是说了实话而已。说实话，是那么简单吗？一道大门，一道房门，如果不是你，我爸妈能那么快闯进来？我跟凯文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丹丹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 我跟你究竟什么仇什么冤？你要这么害，你诛了杀！你要是非这么反咬一口，那我也得跟你说的说。原本你和陈凯文的事，我压根儿没想管。可是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你自己说说，你们俩好成什么样了？你竟然翻脸就跟不认识人家似的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一撒谎，差点给陈凯文送监狱里去啊？要不是经历过作弊那件事儿，我真没法相信这话是打你嘴里说出来的。你到底想干嘛呀？ 杀人还不够头点地呢，我也好，陈凯文也罢，到底谁对不住你？说吧。阿姨，走了走了。干嘛呢你啊？还留恋啊？走啊！